Yep.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凯文。今天，当当，带来了模拟战舰坦克套装，玩玩看哦。看看箱子的正面的话，是适合六岁以上使用的。哇、哦，有两台坦克哦，和两个无线遥控器在里面。看看箱子下面的部分，炮塔可以300度的回转，也可以上下的调整，会出来战斗生存的 LED 标示，也会出来电源 LED 灯哦。最后还有红外线和战斗系统哦。那凯文就打开箱子看看吧。当凯文把箱子打开了，箱子里面呢有这样两台很酷的坦克哦，还有两个遥控器哦。在开始战斗之前呢，来看一下这台坦克吧。朋友们，首先来启动一下坦克吧。首先来表演一下回转。好，按一下右边，就会一直向右边转圈圈哦。再按一下左边的话，就会这样左转。朋友们，在这里一下子把上下左右都按下去的话，坦克就会往前走哦。按后面的话就会往后走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个功能。好，我说过炮塔会300度的转吗？凯文就给你们看一下。首先往左边，好，下一个是往右边，好，在转动的时候再试试看。咻咻，哎呀，在发射的时候，嘣嘣，一边移动，嘣嘣嘣嘣，朋友们是不是很酷呢？凯文还有一样给你们看看哦。好，就这样把箱子准备好，究竟这个坦克可不可以越过它呢？好，前进，踩过去，就这样越过了障碍物哦。朋友们，凯文与朋友们战斗之前先要练一下才行哦，就这样是不行的。好，这里要克服各种障碍物才越过去，炮塔要打到这棵树才行哦，这样练习才算完美哦。好，马上开始看看吧。开关开启，出发。对了，比凯文想象中的做得好哦。好，在这里用炮塔呀，再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，再来。对了，等等，怎么样，很完美吧？凯文应该可以赢的样子。那马上去见朋友吧。朋友们，凯文简单说明一下规则吧。好，把开关打开之后，这里有4个生命值的标示哦，4发都中了的话就代表输了哦。好，那介绍一下凯文的朋友吧。是凯文要面临的敌人哦。那马上开始看看吧，启动。好好，出发。好，越过障碍物，发射发射。好，往后面躲一下，往旁边，要去别的地方才行。凯文，好，飞过去就看不到了吧。好，躲一下，是时候，不行，发射发射，再隐身隐身隐身。好，走到前面，到石墙这儿，究竟究竟究竟谁会先动，走一下，发射，是时候，再往前走。对了，好，凯文，还剩两个，还剩两个，逃跑逃跑，先逃跑，在远处也有可能吗？发射发射，耶、就这样呢。凯文生命值只剩一个了。朋友呢，一闪一闪的游戏结束了。今天与朋友们一起带来了模拟战争坦克套装，各位觉得怎么样，你有趣吗？好险凯文有练习才能轻易的获胜哦。那下次凯文会带来更好玩的玩具回来的，朋友们再见喽。朋友们怎么突然攻击我，攻击攻击，逃跑啊，逃跑。不是这边了。